累死了。哦不。怎么样？他不知道。葛雷子没说去哪儿，也没说去做什么。有意思，我们好好谈一谈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从现在开始你得听我的。我们给你制定了计划。谁呀？阿妹。阿妹的速递替您送货，像送什么货物，阿妹呢都会尽速送达。请问，谁是委托人？啊，不错，阿麦的先生真是不错呀。手套很棒吧？是假车手套。你愿意让我开回你的车吗？行，待会儿再说。我们现在有事要做。没问题。你看，给你的，阿麦的名片。一定要随身携带。你是个蠢人，你本来可以做得更好，可是你这人没什么出息，胆子还很小，就知道赚一些小钱。现在你做了违法的事，搞不好还要面临牢狱之灾。这是私人飞机，我付得起，这还公平吗？如果你跟着我，我可以训练你。我们长期需要人手，你可以赚更多的钱来保护国家。想当年你爸爸呀，为什么我爸爸对你是个威胁？发了地方很大，你们是找不到他的。